大家好，我是玉雕师张仲尧。今天啊，我发现在我的粉丝中呢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长辈。像这个年纪呢，一般都是为人父母了。今年呢，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高考呢推迟了一些时间。那么再过几天呢，我们这边就要高考了。相信在我的粉丝中呢，也有一些家里有孩子即将要参加这次高考的，所以呢，我准备了一块冰飘花的料子，来做一件一鸣惊人，以此来表达我对高考学子的祝福。那我们设计一下画稿，准备开工。为了今天这场较量，你忍受过无数寂寞、无助和惶恐，你打败过多少挫折与焦虑，谢谢自己始终坚韧、执着、充满力量。一摞摞泛黄的试卷，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推算，一本本快要翻破的书，一盒盒用完的笔芯，都承载着你的付出，记录着你的成长。汗水拼搏，那些让自己感动到哭的努力，都将在这两天得到检验。但不论成绩，你已经是胜者。翡翠无言，蝉伏三载，终有一日破土而出，一鸣惊人。愿大家以梦为马，飞越高山海洋。若有鸿沟，我们便跨；若有泥泞，我们便趟。那些坚定信念、努力奋斗的日子，终究会永远闪光。
那么我们在欣赏完这件著名新闻之后，我们在这里也祝愿2020届的今年所有高考生能够超常发挥，金榜题名，蛰伏十余载，今朝是锋芒。同志们，高考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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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2020年所有的高考学子加油！